怎么样？你要脱是不是？因为我刚想说这样脱下去有点快要曝光了。哦，你想说长辈会出来见人是不是？因为今天前面的衣服已经很漂亮了。对，想说这个就比较素一点，后面就息肉如金，是不是？不过呢，阿令要恭喜你，演唱会非常好看，谢谢太厉害了。所以呢，要问一下，昨天跟这个今天的完美的驾驭舞台，这里是个为了台北场的回声，现场有没有特别做一些不一样的准备或是表演训练？有，但其实也要谢谢所有的跟我一起工作的团队们，然后不管是导演啊，还有很多乐手老师们，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帮助我把这个演唱会更完美。对对。没有他们，没有我，真的没有这大家的群心群力呢，是没有办法完成一场很完美的演出。尤其阿令呢，今天晚上是不是完全享受在舞台上的每一刻？非常享受，我这两天都还蛮享受的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尤其知道呢，今天晚上没有这个罚款的这个时间压力之后呢，但是今天大家都太辛苦了。还是早一点休息，早一点收工，早一点休息。不过呢，下次这个希望可以能完全的给他唱到午夜12点，希望可以。主办单位要准备一下罚款准备。不过呢，要很开心这个两场的台北。其实从开始的时候一年前，然后没有想到说票可以这么快的卖完。然后现在又回来，然后又这么快，我真的很谢谢所有来看我演唱会的朋友，还有谢谢所有跟我一起站在舞台上面幕前幕后的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自己干杯，谢谢，耶、yeah, ，感谢大家辛苦了。谢谢。那阿令呢？等一下呢？这个还有贵宾来帮你庆贺之余呢， oh, 我先帮你保管一下麦克风。好，今天这个庆功宴嘛，还是背板上先个人单拍一下下喽。好，来，我们让这个现场的媒体朋友。哎呀，害羞。OK， 成功的完美出席。陈娜演唱会呢，去年从台北正式的出发，唱过了18个城市，完成了20场的演出。昨天跟这个今天呢，回声限定场呢，算是呢回到了家乡，交出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。这个接下来第21场、第22场，哎呀，要跳一下吗？那我来，哎，往你的前面走一点，好，来，要跳吗？1、2、3，跳！有拍照吗，大家 ？OK 吗？好，来换个 pose 一下。真的，女王就是女王嘛！今天晚上我觉得她的声音非常的完美。好，来配合你脚步。好，来，阿令要从最右边开始看一下喽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晚上呢，没有被彩带缠住，所以呢很漂亮，每个角度都很美。然后呢，跟台下的观众这个互动的情绪，我觉得这个张力都一直很够，整场情绪很满啦，我喜欢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来秀出的音乐呢，互相 PK 的感觉，耶！哦，好，定格一下下，定格一下下。他故意的啦！哎呦，我吓死人了！好，给我刚位，然后往右边两步，好，来来来！表情控制真是有够多哎！好，来定格两位，视线左手边看一下下，左手边对，一起拉风一下，好，慢慢看到中间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右手边。希望可以听到这个两位呢更多更美妙的歌声，更厉害的创作，飘扬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哦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那当然呢，这接下来呢，还是要让这个两位呢，台上先留步一下下。好，这边，左边这边。哎，左手边先看一下下，恭喜恭喜，带着你们最棒的笑容，慢慢的看向中间，你们的正前。